我想知道八年前神机谷的那场血战。为什么只有我活了下来？探视人。他们六个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经历了些什么？为什么会被做成木偶？这血雨了！恐怖的传说，他是个冤死鬼。我们当中有内奸，这是人骨头，又死了一个。我倒是真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有鬼！有鬼啊！这世上哪有什么冤魂逃命，都是活人在作怪。江湖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啊。我离真相越来越近了，既然活人问不出答案，那我们就去找死人问。杀你的他来了，这是一个死亡之道，没人能活着出去。你想知道真相可以，但是你要跟我做一笔交易。我破案他死，我破不了案我死，这个赌注很公平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来真的有人不想让我知道真相。做英雄很难，但再难也不要回头。